梦相争。可恨的家伙竟然来欺负我，想吃我的肉。哈哈哈，是又怎么样？你，我今天就不放你了，看你怎么样。你以为这样吓得到我吗？哼，今天不下雨，明天也不下雨，没水你还能活吗？呵呵，你的嘴，我今天不放开，明天不放开，你还能活吗？那就看看到底是你行还是我行。哼，咱们就走着瞧，还怕你不成？哎呀，今天真走运，拾了个蚌，还抓了只鹤，到市上可以卖点钱了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这样夹着我，怎么会让他抓到呢？都怪你，要不是你竟想吃我的肉，我现在怎么会来这儿？都怪你，都怪你，怪你，怪你。和别人争斗的时候，如果不知道退让，最后受害的还是双方，只有旁观者受益。